热死了，你看我都穿好了，又转了几圈，又10分钟过去了，还没有等到我。今天我排在这一队上面等了好久，换完应该都换完了，小孩他们都已经出去了。还没有等到停车位置，我另外一个朋友他在那边一来就有位置了。今天还挺热的，那边热这边也热，现在是26度。还是没有位置，又转了几圈，又10分钟过去了，还没有等到位置。今天真的是反常啊，我是等了超过30分钟了，还是没有感觉有位置，就是要不然错过了我在这边等，然后那边有人走，要不然在我等的地方一直等没有，就是今天太郁闷了，而且我又换了衣服，热死了，幸亏他们还已经下去玩了。这个是一个，刚才这个车上车的话是一个教练，他并不是要走，刚才等在他旁边的他可能以为他要走，不是，他是刚刚在给那个学生在上课，在那个陆地上上了一些理论的课动作，然后现在换衣服要下水的。刚才这边倒是真的是错过了，我刚才一直在那边等，然后一直没有，然后现在换到这边了，他那边就有位置了，所以要坚守岗位，不能乱窜。这个不下水的话，在陆地上就特热，因为厚嘛，你看长袖又厚，又不透气，透水，透气也不透，热死了。就是要有伴，你看那个奥斯汀一玩，他就要玩。今天孩子们冲得很开心，而且冲得很好，比我的好看多了，所以我就不现眼了。今天风特别特别大，后来我们要走的时候发现，哇，突然来了很多那个开 surfer， 哇，你看整个都是，到处都是，而且很爽，因为他们喜欢这种风很大的，平时风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，像风大他们就从那边 Long Beach 那边飘过来吹过来，哇，好爽，欣赏一下。
is right. Chasing stars and holding you. I can't see the end, but we'll see it through. The ground in sight. Fly forever if you keep it tight. Love the world but keep the sky on your mind.